右侧，哎，这只啊，偏后皮肤痒，啊，我看到，站在那很高的一根柱子上面啊，感觉，站在一个很高的柱子上面啊，然后这个好像在，这个柱子啊，这个柱子就是我以前呢，我前阵子讲的。啊，外星人准备要建一个大雕像，我的大雕像啊，在一个柱子上面。后来，因为地球人好像看不见，就停了。然后我父母啊，这段时间也站在上面感受感受啊，感受感受啊，一直在感受，嗯，有好多的体会，但是，总觉得站在上面有点寂寞啊。但是呢，后来又知道这是一个信息终极系统啊，那明白了啊，原来是多功能的啊，不是单一功能的啊，多功能的啊，然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那个这么长时间的体验一个啊，现在我父母准备要下来啊，下来啊，下来了，因为我下来，他为了体现下来这个动作啊，就是手啊像楼梯一样的下来的时候，会碰到这里啊，碰到这里痒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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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是提醒这个信息啊，要下来了，要下来了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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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告诉要下来这个动作啊，是告诉这么一个动作啊。告诉这么一个信息，好啊，好，知道了，